家周末过得怎么样啊？就是这条通道，我已经越来越熟练了。是谁？Who's there？ 就是哥啦，哥要来开你的水阀了，希望这次给点面子。哒哒哒哒，这游戏最亲民的地方就是，它这都设定好都一样，只要你被吓过一次，基本上你不会再被吓到第二次了。你都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冲出来，你就可以有点，就可以预防一下。趁这个主角在船，趁主角在船上，我们可以喝口水。小傻逼又进来找老鼠。等他滚出去，我们好好的等他滚出去。特哥，你电脑好了吗？严格来讲算好了，只是我每次都要重开机，我直播前要重开机，就是让那记忆体 reset 一下，因为我电脑的记忆体有点废。还是走了、啊？还没走啊！我干你老师奈德利，那记忆体重置一下就比较不会爆了，升到空中就不见了。快滚，快滚，快滚！我要看着你滚出去，往右走。往右走，往右跑，看他往左来。这样我等下走去左边，不就被他撞到？我先等他往右走，我先等他往右走，我再出去，不然我们就被他抓个正着。我走了没啊？干，电池要没电了，你还不过去？快点走过去啊！哦，干你要进来！不是啦！哎，还会进来两次哦？怎么这种设定？还好他抓不到床底，小傻逼！这个根本不是精神病院，这是神经那个啦，弱智病院吧？好蠢哦！还是会趴下来看你。真的吗？可是我没被看过。接不接医生会？好了，换个电池。刚好黑哦，他会不会突然冲进来？刚才还没走。他走了吗？走了吧。你在 Q 音吗？我不会按。还不太顺手，应该走了吧？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啊！他撞那个门了，干你啊，弱智！他怎么撞那个门？躲起来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！妈，看你玩恐怖游戏最恐怖哎！我都没看，没吓他，不是往右走，他刚往右走了。往左走啊！他刚明就往那边跑掉了。没有，他往左走。是吗？对啊。我记得他往。等一下，我就等你走啊。我记得他是你在地下道这里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他会巡逻啊，他有，然后他会一直找，一直找。我要等他，我记得他会走到入口那边去啊，然后我就可以跑去那边开，然后躲到衣柜里。嗯，对啊。对吧、啊？我在等他走，他那边撞门，我操！他不知道进来三次吧？所以我要等三次啊。这是固定的吗？还是随机？我记得我之前玩一次，他走，他就直接往入口跑了、欸。我觉得你可以出去了吧。认真。我觉得我等太久了，我也不确定，刚应该是可以出去。走走走走，嘿嘿嘿嘿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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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喂喂喂喂，哎，又没电了，又没电池。三少，你玩什么难度啊？又没电池了？因为我一直开着。走了吧，
蹲在门口，我看你啊！我想吃个蓝霸，还是蹲在那个凹槽里面？你就在下队友哦！他不走哎、欸！哎，他不往右，他不往右，我要怎么开那门？拜托你，行行好，你去一下入口，让我开个门嘛！大家交车，大家。啊！妈的，介绍的都是。我曾去玩这个游戏，叫你。我学弟比较恐怖。我曾去说这个影片恐怖吗？我说还好，我学弟比较恐怖。是不是他走了？我看不到。哎、欸、呀，他也蹲在那边，我没得打、啊。我们是不是应该踏出勇敢的第一步？直接撞他是不是？不是，绕路看看哦。绕路引他吗？还在、欸，他根本都在那边晃啊！欸，他好像不知道我在这兒。欸，他不见了、欸，不见了！进去啊！他走进去了。我们不是要进那间吗？哦，他把门撞开了。欸、他出来了，他应该不会、欸。不是吧？欸、你不是吧？欸、你不是吧？没来，走掉了吗？欸、我没电了、欸，玩毛啊！不是我真的有一次他走到入口啊，我成功走进去开了。刚刚真的好弱智哦！我是要趁他看那个的时候爬出来。然后直接冲，我记得是啊，放个电池，要不要重新读取？我没电池、欸，我看来你只能重新读取。我觉得我要重新，哎、欸，不要出声，你出声不是没有？不会不会、啊，电池吗？会从那边开始啊？真的假的？我可以不储存的吗？我都会从这边开始啊。哦，是啊、哦，啊、我这边不知道重新开始几百遍了、啊欸。等一下我。我刚才测试的时候看到一个小东西，有一个电池可以捡在这。哎呀，转转一个电池转。超转，你刚才只重复玩，还是会变厉害的。对啊。这样的。哼，哼，卡住了。腿断了吗？为什么跳不过去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好像在空中飘的感觉？哎呀哎呀 ！Who's there？ 他要讲话。有，妈在那边靠北，那边吓人。然后其实人根本不会出来。欸、是第一间吗？不是第二间。有，我那水阀，哎、欸，还是我先开第三间。有没有反过来逆向操作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先把门打开。然后等一下直冲，我等一下他一出来我就直冲冲进去，然后躲衣柜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不行啊，我要拉那个水阀才能躲衣柜啊。不管。嗯，来啊，小傻逼，我可以看他竟然在躲吗？他好像都很慢才进来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我看他从哪来的。来吗？为什么会震动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一直震动？呼吸吧。不是哦，嘣，嘣，他是走着什么铁板过来的吗？你看他走，他是不是把那关掉吗？我记得，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右边，右边，刚好走左边、欸。Nice， 又少一颗电池，怎么办啊？
怎么跟我之前玩的不太一样？我觉得你必须要跨出那第一步。我不行，我要开音效给你听，不然都只有我一个人被吓。这样观众会不会被吓到？他会不会变我？观众会不会开音效吗？有吧？我这样没有，我要开到超大声。哦，这样你先那个警告一下，警告一下。不是不是，我这样我这拉小声就好了。哦，有没有？我好聪明哦。风之雪，一起享受恐惧的感觉。啊！怎么一路差点就卡到头？啊，三条。他走了吗？他是不是走了？我看他走了。他在巡逻啊！我记得他是。我冲了！我不管了！我不演了！我不演了！不演了！不演了！起来了！怎么样啊？是不是先开门很有想法？欸，他不是在巡柜子，他会巡柜子吗？会啊。那我知道关灯，我知道摄影机要关掉。不然等下看，没有声道功能不见了，傻逼！他等下是不是在外面蹲我？我记得我上次破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在外面蹲我。是啊。所以我应该，我觉得我要跟他硬干，我是不是要？冲去那个发电机那边按个什么，然后就破关了。他即使怎么干我都没用。我第一次玩的时候，我们是全场跑，全场跑，所以你破过来，你来。我没有，你来操作。没有，我只玩了两层，两层负责打酱油走路的，我朋友玩了八层。所以你现在要打一次酱油吗？对对对对，你已经打过一次酱油，你怎么可以允许自己再打第二次？我知道如何打酱油。欸，我要不要再换电池啊？我怕等一下不够用。真的吗？这样够用吗？随时可以换啊！我跑到一半再换啊，我就什么都看不到哎！我会投胎夹在我脸前怎么办？可以，这可以撑到你到下一个有灯的地方吗？刚刚电好一半啊。那我开启柜子再按。欸，不行，这样一开起来就看到他怎么办？再躲进来啊！再把你拉出去啊！冲啊！冲啊！哎，根本没有人啊！哎，怎么打开？因为他把那关了，是不是？哎，爱鸡鸡了！哎，只要往前。他把第一个关了。嗯。我干你娘！我觉得他是会关的。我干你娘！只要把两个都关了。对，你看他关了。有吗？我开不起来。没有关吗？我干你娘！他人。什么？我先躲到床底换电池，换电池，换电池，换电池。哎，怎么都没告诉他死了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没电池啊？奇怪，电池不应该那么少吧？ 我在门口捡一个电池，欸，电池不应该这么少吧？我是我打那时候打这样，我打太认真吗？不对啊，这样怎么破？不知道摸黑吧？你跟我开玩笑吗？我这怎么我连不不不，我要重来了。欸，我要怎么不储存？我一定要得储，我一定得储存吧？对吧，啊？好像是，欸。傻小啊！而且我还另外捡了一个电池，欸，我们那时候是一路破到底，那电池都五六个，预备。啊！没了！干！没有，他现在不在抓你哦，不用紧张哦。不是。真的很烦呢，欸。看我朋友也太神了吧！哎，我是我刚不是两个都开了吗？还是哦，我从衣柜出来，我要再开一次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是要把衣柜那个，我是刚是把这个，我想打开跟关闭有什么区别？我没办法开它，欸。可以，你要往前。哎，欸，可以啊。你开了吗？没开。没开，不是我想，我要先开床那个的，喔。是啊，喔。它在闪，就是关着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。干，开水阀前都好好，一开它就变脸，欸，有够恐怖的。是喔，一开始变脸啊，喔。一开它就会开始熏啊。哦，不要浪费电池啊。
我就直接关掉，等它滚出去。电池留在衣柜之后，正在震动哎。对啊，它就是砰砰砰，我不知道砰太小。三个都要开吗？他聊天是讲啊，两个吧，我不知道有三个水阀吗？我记得是两个吗？不是啊，我看发电机他都说开启两个水阀，三个吧，有三个水阀，忘了，上次开过忘了，对他没关、欸，那里没有老鼠，走了吧，走了，我看他脚出去了。好像还是在左边、欸，没事啊，我们不用演硬干流。怎么这么简单啊？怎么这游戏突然变得那么容易？啊，省电！哦，我们一个电池都没用，完了，我还有一个吧，我应该都没用过吧，至少有一个可以换吧。哎、欸，他马上就进来了，是不是？这是他吗？嗯。对啊。所以他刚是跟着我屁股后面进来的，然后发现这房间有人，可是一进来又找不到人。妈。应该走了吧。他刚刚应该在寻那个发电机那边，然后马上冲过来。哎、欸，我的 R 可以按两，就是我可以用这用一半，我可以等下再换过来吗？不行，没有这东西哦。我冲了。欸、我干嘛？干不了，干！我想跟你分享一些东西。我开不了哎、欸。那我先找攻略，还是先问聊天室？聊天室，快点跟我说，到这边怎么打？聊天室的，快说，到这里怎打？他现在抓着我的背，抓着我的背，他现在正抓着我的背，要跟我分享一个好东西。我现在要怎么打？我不开不起来、啊，我开不起来，我要怎么打？刚刚的门有三个要开，要开三个、哦。第三个门在哪？在你现在位置后面。刚才说我要开三个，要开三个，我们就谁骗我只有两个。啊！我现在怎么办？等一下不是好，现在我们知道有三个门，那我第三个，你顺序错了，顺序错了，受不了，我要自己找攻略。干妈聊天是一群废物，妈的 ，Outlast 也要找攻略，真的妈的 ，Outlast 都不会玩。那我说聊天是的，干都不教我，全剧情流程图文攻略，看一下地下室在哪？地下室在哪？后面，哎、欸，这里过了吧？过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过了？电梯过了。保全室大门啊！啊？嗯，没有、啊，这里我根本没玩过啊。第二节，嗯，第一节，哼、嗯，上面啊，刚刚不是有吗？哦，开启两个发电机，对啊，两个啊。还是他把你的关掉了？对，只有两个发电机啊！欸、你那边胡乱我 T8787 是你现在的定位。那个水怎么了吗？我就是这个不能按，对啊，两个水阀，你们胡乱我，就只有两个水阀、啊，两个发电机啊！拉下把手再启动电源，要拉下，发动电源后再回到保安室。给主角打过一剂麻醉针。什么？看聊天室哦。拉下把手，是我两个电源而已啊。然后第三个，三个发电机，他们是约好骗我，操你妈！约好骗我，这我刚才玩的时候，聊天室讲等一下一起骗他三个，
啊，你多走不会。妈，攻略就写两个，你妈唬烂我。可你刚刚开的不是发电机吧？水阀跟发电机不一样吧？对啊，我开了两个，哎、欸，开启两个发电机。所以我看到的这个是第二个发电机啊、哦。不对，他们说我三个啊。一个是按钮，两个是我也忘记了。两个是把手嘛，在房间里的把手嘛。拔下一个是去按的。对啊。按完了吗？我两个拔下来了，然后不能按。不能按。他是跑到中间去按。对啊，中间不是有一个东西可以按。这个嘛，是不是这个？来，是不是这个？我回来给你看。对啊，是这个。我也是这个。就拉完两个把手，按这个对不对？按了就对了。那你按。我两个包啊，你帮我一下，你看啊，都要跟我分享啊，都在跟我分享啊，我把声音关掉了，可是我刚，你刚把麦克风关掉了，我刚刚画面被拷，没有麦克风，我看到我的画面被拷还是很可怕，这是跟你分享，人好 nice 哦，只跟我分享。你就只有两个，能唬烂我？三个。加油！是啊，连攻略都写。你房有三个门，第一个锁住，二三是水阀。怪出来后，第一个开了，真的假的？所以第一个门也要进去啊。那我记得有三个门啊，刚刚看起来有三个。所以我只拉一个，我拉两个啦。有三个，第一个锁住，二三是水阀。挂出来第一个开了，所以我要进第一个门啊、哦。嗯。就是要进第一个门。都进进看啊，不然你开不起来没办法、啊。哎，达瑞文。感觉。干达瑞文。长得好丑。跟他们好像有什么、啊、有进转、啊、我们进转了 Never one without the other。 三个房间都要看、哦，两个水阀，一个气阀。嗯。哦，好大声，我忘了。嗯。没造型，没造型可以用。嗯，这个阵容好像挺好的，唯一一个缺点就是法伤有点少。继续啊，我不要、哦、打完哦。哎，跳来靠背。不要闹啊 ！HK kind boy， 好烦哦！我重来，所以我等下先进第一个门看是不是？电池在吗？电池不在了，整剪一次哎、欸。跟脚。是不
原本一个，哎、欸，我在哪？哒哒哒哒哒，谢谢你的订阅。哎、欸、，Who's there？嗯，怎么那么容易卡住啊？我按 Shift 就会卡住哎、欸，只按 Shift 就会卡住哎、欸，然后变成压 Ctrl 移动，为什么这样？啊？什么啊？我每次加速跑都会卡住哎、欸。那个爽输入法垃圾，这是什么垃圾输入法？好了，嗯，躲。换成换电池，跟我换成换电池、欸，杀了我！来吧，寻一下，然后滚出去。滚出去！滚了吧！还没！滚了，滚了，滚了！啊，我忘了先开门啊！你就要狙了、欸，我忘了先开门。跟我分享一些东西。Who's there?